哎呦呦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给我坏蛋，坏蛋，坏蛋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，又要开箱。你看，我小猫给我开箱了，你看它那利爪啊，一下子把我的箱子弄破了。你看两三下，它帮我开箱，才知道我开箱很辛苦啊。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次我叫胖狸猫，不再很会欺负它，追着它跑，它都吓死了。我又没打你，你怕什么？还瞪着我啊，跟你一样，还用眼瞪着我。大家看一下这株是什么啊？箱子好像都歪了。这个不是泡沫。先来看一下，好像不是泡沫哈。这个大玉蝶，一株99哈，是什么样子的啊？给大家欣赏一下。不是泡沫哈，哇，一个大圆球。先把大圆球抱出来，不给大家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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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种啊，盆子也没买回来，今天先看一下，然后再去买盆子。本来就自己放在这个脸盆上面。哎呀，刚刚好，黄子君真的要用脸盆住。哎呀，大玉蝶，大玉蝶，哎呀，大玉蝶，慢慢的拨出来哈，比我去年买的那一株嫩啊，我去年买的那一株都杆子都非常的老了。它确实种在黄土里面啊，红泥土里面。从它的杆可以看出来，来看一下有多大。灌湖他说要用30口径的，很大哈、哦，根系，而且回来状态还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不动它啊。来看一下，大玉蝶整装的。不懂还有没有买呀、啊？哎呦，这边要小心。我看看这边几个，不知道能不能种成功啊？大家，我大家猜猜我会用什么土种？去年不是黄土，黄土加50%的颗粒。那个外观石不行吗？今年我准备去哪里挖黄土？红泥土哪里挖？林长兴，山上挖。去山上挖？什么时候去挖？好天气的时候。等你好天气，我这个都土长了。啊？改正面再给大家看看哦。不能，好，完蛋完蛋。不要。哦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可能断了，你看。可能断，对啊，都黑糊了，我觉得。没有导致它不会断，你刚才导致一些。导致一下这个杆不行了，你看，这个杆有点黑糊了。这个杆啊，本身里面可能它杆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会爆头，我晕死了，不动怎么种？就要这时候就种进去。你不能导致，你如果种了导致一些，你选好盆土了导致种种的，你现在都不能导致的，当然了，那就这样放着、啊、对呀，就这样。那刚才不是这样可以这样放的吗？刚才人家有纸包着，纸包着它成熟，你这样导致的、嗯、哎呀，闷死了怎么办？不会，然后它倾斜了也没关系，嗯，倾斜也没关系，放在纸里面也没关系，可能一喷了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要撸了，这等种好过几天再撸。嗯，大家看一下，你去年啊，那个嫩多了，可能有的人说杆太老了不好种，大家不懂啊，刚才一咬一下就被我弄一个端了，我就这样子做事情，啊，那可能如果能活，这个也能够种一盆，啊。这一盆大玉蝶啊，开出来了哈，还没想好
还没买好棚，不懂用什么。哎呀，用这个棚种很好哦，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，哥们？可以。啊，今天啊又开了一株啊比较大的多肉大玉蝶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